拍这个外景的电视剧和舞台演出有所不同，舞台演出呢、是一气呵成，对，那么拍外景电视剧呢是分镜头的。其实那个我觉得差别挺大的，嗯，因为舞台嘛，你离观众的那个距离很远，可以直接交流，对，幅度要大、你的一个眼神一个亮相都要特别精神，要特别，因为距离远，对，但是你在那个镜头前面你就不可以这样，一旦给你推一个特写，对呀、你觉得你很奇怪，哎，就特别生活。你被 NG 了很多次的一个镜头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主要是眼神，主要就是眼神的问题，就太夸张了，对对对，太夸张，脸上表情幅度大点，就出来一个亮相就觉得你干嘛呢，怕别人看不见你吗？特别是你很深情的看着你的妻子，那个眼神，你好像觉得你太夸张了，觉得像色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如果在舞台上的时候看见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表情，就是那个，来给我们个特写啊，给王青个特写，来，就是看怎么这么漂亮，就是这样还要盯着看的，但你生活中不行啊、你一定啊，哎呦，很好看很漂亮就可以了。电视剧里呢，电视剧里电视剧，哎呀，很漂亮的嘛，很随意的。